神经 cranial nerve。 脑神经是与脑相连的周围神经，共12对，其排列顺序通常用罗马数字表示。第一对脑神经嗅神经与端脑相连，第二对脑神经视神经与肩脑相连，后10对脑神经与脑干相连，其中第3对动眼神经和第4对滑车神经连于中脑，第5对脑神经三叉神经，第6对展神经，第7对面神经和第8对前庭窝神经与脑桥相连，第9对舌咽神经，第10对迷走神经，第11对副神经和第12对舌下神经与延髓相连。各脑神经经颅底的孔管列出入颅，其中嗅神经为筛孔，视神经为视神经管，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展神经和三叉神经的眼神经为眶上列，三叉神经的上颌神经为圆孔，三叉神经的下颌神经为卵圆孔，面神经和前庭窝神经均为内耳门，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和副神经均为颈静脉孔，舌下神经为舌下神经管。脑神经的纤维成分叫脊神经复杂，这主要由于一，在头部发生了高度特化的感受器，从事接受视、听、嗅、味的刺激。二，脊椎动物陆生以后，原来与鱼类进食、呼吸等功能相关的鳃，转变为颜面主要的骨和肌，以及咽喉的软骨和肌等。由于这些器官的发生和与之相伴随的神经支配的出现，脑神经的功能成分就在原有脊神经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在脑内，脑神经的起核和中核也相应的比起髓内脊神经的起核和中核更加分化，而且出现了脊髓中所没有的一些与特殊感觉器有关的和腮弓衍生器官有关的脑神经核团。脑神经的纤维成分随之在脊神经4种成分的基础上扩大为7种。脑神经7种纤维成分包括3种运动纤维和4种感觉纤维。一、躯体运动纤维，起始于脑干内的躯体运动性核团，其纤维支配来自肌节的横纹肌。含此纤维成分的脑神经有3、4、6、12。二、特殊内脏运动纤维，起始于脑干内的特殊内脏运动性核团，其纤维支配来自腮弓的骨骼肌，如咀嚼肌、表情肌和咽喉肌等。含此纤维成分的脑神经有5、7、9、10、11。三、一般内脏运动纤维，起始于脑干内的一般内脏运动性核团，属于副交感成分。节前纤维自中枢发出后，在周围的副交感神经节换源，节后神经元再发出轴突止于心肌、平滑肌和腺体。含此纤维成分的脑神经有3、7、9、10。四、一般内脏感觉纤维的胞体在中枢以外聚集成神经节，如舌咽迷走神经的下神经节等，该节的神经元的周围突接受来自头、颈、胸、腹腔脏器的一般内脏感觉冲动，中枢突则传至脑干内的一般内脏感觉性核团。含此纤维成分的脑神经有9、10。五、特殊内脏感觉纤维的胞体
在中枢以外聚集成神经节，如面神经的西神经节和舌咽神经的下神经节等。该节内神经元的周围突至味蕾和嗅器，接受味觉和嗅觉，中枢突则终止于脑内的特殊内脏感觉核。含此种纤维成分的脑神经有1、7、9。6. 一般躯体感觉纤维的胞体在中枢以外聚集成神经节，如三叉神经节等。该节内神经元的周围突接受来自皮肤、肌、腱和大部分口鼻腔黏膜的一般躯体感觉，中枢突则入脑，止于脑干内的一般躯体感觉性核团。含此纤维成分的脑神经有5、9、10。7. 特殊躯体感觉纤维的胞体在中枢以外聚集成神经节，如第八对脑神经的前庭神经节和窝神经节等。节内神经元的周围突至平衡觉和听觉感受器以及视器，中枢突则入脑，止于脑内特殊躯体感觉性核团。含此纤维成分的脑神经有视神经和前庭窝神经。需指出的是，由于视神经是胚胎发生时由间脑外突而成，故实属中枢神经系。脑神经的组成及分布的大致规律为：凡运动纤维均为传出纤维，其起始核均在中枢以内；凡感觉纤维均为传入纤维，其纤维的胞体绝大多数是在脑外聚集成神经节。节内神经元的周围突接受各种感觉刺激，中枢突则将这些感觉冲动传至中枢内的相关核团。脑神经与脊神经的区别主要有：一、每一对脊神经都是混合性的，但脑神经有感觉性、运动性和混合性三种。二、头部分化出特殊的感觉器，随之也出现了与之相联系的1、2、8对脑神经。三、脑神经中的内脏运动纤维属于副交感成分，且仅3、7、9、10四对脑神经中含有，而脊神经中所含有的内脏运动纤维主要是交感成分，且每对脊神经中都有，仅在第2到4底神经中含有副交感成分，与3、7、9对脑神经中的内脏运动纤维相连属的有四对副交感神经节。内脏运动纤维由中枢发出后，先终止于这些副交感神经节，节内的神经元再发轴突分布于平滑肌和腺体，与第10对脑神经中一般内脏运动纤维相连属的副交感神经节多位于所支配器官的臂内。一、嗅神经 olfactory nerves。 嗅神经为特殊内脏感觉纤维，由上鼻甲上部和鼻中隔上部黏膜内的嗅细胞中枢突聚集成20多条嗅丝及嗅神经，穿筛孔入颅，进入嗅球，传导嗅觉。二、视神经 optic nerve。 视神经由特殊躯体感觉纤维组成，传导视觉冲动，由视网膜结细胞的轴突在视神经盘处汇聚，再穿过巩膜而构成视神经。视神经在眶内行向后内，穿视神经管入颅中窝，连于视交叉，再经视束连于间脑。三、动眼神经 oculomotor nerve。 动眼神经为运动性神经，含有躯体运动和一般内脏运动两种纤维。
躯体运动纤维起于中脑动眼神经核，一般内脏运动纤维起于动眼神经复合，动眼神经自脚尖窝出脑，再经眶上裂入眶，立即分为上下两支，上支细小，支配上睑提肌和上直肌，下肢粗大。支配下直肌、内直肌和下斜肌。由下斜肌支分出一个小支，叫睫状神经节短根，它由内脏运动纤维组成，进入睫状神经节交换神经元后，睫后纤维分布于睫状肌和瞳孔括约肌，参与瞳孔对光反射和调节反射。与动眼神经相连属的副交感神经节为睫状神经节，该节位于视神经与外直肌之间，由感觉、交感、副交感三个根进入此节。四、滑车神经 Trochlear nerve。 滑车神经为运动性神经，含躯体运动性纤维。滑车神经起于滑车神经核，由中脑的下丘下方出脑，绕大脑角外侧前行，经眶上裂入眶，支配上斜肌。五、三叉神经 Trigeminal nerve。 三叉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含有特殊内脏运动和一般躯体感觉两种纤维。特殊内脏运动纤维始于三叉神经运动核，组成三叉神经运动根，由脑桥与脑桥壁交界处出脑，后并入下颌神经，分布于咀嚼肌等。一般躯体感觉纤维的胞体位于三叉神经节及半月神经节内，该节位于颞骨沿部尖端的三叉神经节压际处，由假单极神经元组成的三叉神经感觉根，其周围突组成三叉神经三条大的分支，称为眼神经、上颌神经和下颌神经。三叉神经分布于面部的皮肤、眼、口腔、鼻腔、鼻旁窦的黏膜、牙齿、脑膜等，传导痛、温、触等多种感觉。三叉神经节细胞的中枢突聚集成粗大的三叉神经感觉根，止于三叉神经脑桥核和三叉神经脊束核。运动根内上含有三叉神经中脑核发出的纤维，传导咀嚼肌和眼外肌的本体感觉。眼神经自三叉神经节发出后，经眶上裂入眶。眼神经的主要分支有：一、泪腺神经，沿眶外侧壁、外直肌上方行向前外，分布于泪腺和上睑；二、额神经，在上睑提肌上方前行，其中眶上神经经眶上切迹分布于额顶部皮肤；三、鼻结神经，在上直肌和视神经之间前行，达眶内侧壁，发出许多分支，分布于鼻腔黏膜、筛窦、内囊、鼻背皮肤以及眼球、眼睑等；上颌神经自三叉神经节发出后，经圆孔出颅，进入腋腭窝，再经眶下裂入眶。上颌神经的主要分支有：一、眶下神经，为上颌神经的主支，经眶下裂入眶、眶下沟、眶下管、出眶下孔分成数支，
分布于下睑、鼻翼、上唇的皮肤和黏膜。二、上牙槽神经分为上牙槽后、中、前三支，其中上牙槽后支在一个窝内自上颌神经本干发出，在上颌骨体后方穿入骨质，上牙槽中支在眶下沟发自眶下神经，上牙槽前支在眶下管内发自眶下神经，三支分支分布于上颌牙齿及牙龈。下颌神经是三支中最粗大的分支，为混合性神经，自卵圆孔出颅后主要分支有：一、耳颞神经以两根起于后干，其间夹齿脑膜中动脉，向后合成一干，与颞浅动脉半形，分布于颞部皮肤；二、颊神经沿颊肌外面前行，分布于颊部皮肤和黏膜；三、舌神经呈弓状越过下颌下线上方，向前达口腔底黏膜深面，分布于口腔底及舌前三分之二的黏膜。舌神经形成中有来自面神经的骨索与其结合。四、下牙槽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在舌神经后方经下颌孔入下颌管，在管内分支分布于下颌牙龈和牙，其中支自颌孔浅出，称颌神经，分布于颌部及下唇的皮肤和黏膜。下牙槽神经中的运动纤维支配下颌舌骨肌和二腹肌前俯。五、咀嚼肌神经属特殊内脏运动性，分支支配所有咀嚼肌。六、展神经abducens nerve， 展神经属运动性神经，含躯体运动性纤维。展神经起于展神经核，从延髓脑桥沟中部出脑。前行至颞骨沿部尖端入海绵窦，经眶上裂入眶，再经外直肌的内面进入并支配外直肌。七、面神经 facial nerve， 面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含有三种主要纤维成分，特殊内脏运动纤维起于面神经核，主要支配面肌的运动。一般内脏运动纤维起于上睑舷核，属副交感节前纤维，患神经元后的节后纤维分布于泪腺、舌下腺、下颌下腺及鼻腭黏膜腺，是这些腺体的分泌神经。特殊内脏感觉纤维及味觉纤维，其胞体位于膝神经节，周围突分布于舌前三分之二味蕾，中枢突止于孤树核。面神经自小脑中角下缘出脑后，进入内耳门，穿过内耳道底，进入面神经管，由进颅孔出颅。向前穿过腮腺到达面部，在面神经管室部有膨大的膝神经节。面神经在面神经管内的分支：一、骨索，在面神经出进颅孔前穿经骨室后并入舌神经。骨索含有两种纤维，味觉纤维随舌神经分布于舌前三分之二的味蕾司味觉，副交感纤维进入下颌下神经节，在节内交换神经元后分布于下颌下线和舌下线，支配腺体分泌，从膝神经节处发出延大神经，含有副交感性的分泌纤维。副交感纤维在一腭神经节内交换神经元后，支配泪腺、腭及鼻腔黏膜的腺体分泌。
神经在颅外的分支。面神经出进颅孔后，主干进入腮腺实质，在腺内分支成葱，葱发分支从腮腺前缘呈辐射状分布，支配面肌。颞肢支配额肌和眼轮匝肌等，全肢支配眼轮匝肌及全肌，颊肢至颊肌、口轮匝肌及其他口周围肌，下颌缘肢沿下颌骨下缘向前至下唇珠肌，颈肢在颈阔肌深面向前下支配该肌。与面神经相联系的副交感神经节有两对，一、一耳神经节位于一耳窝内，二、下颌下神经节位于下颌下线和舌神经之间。一耳神经节和下颌下神经节均有三个根，即副交感根、交感根和感觉根。其中副交感根的纤维在节内换源后，节后纤维分别分布于肋线、鼻耳黏膜的腺体和下颌下线与舌下线，司腺体分泌。面神经损伤后最主要的临床表现是面肌的瘫痪，具体表现有：一、稍侧额纹消失，不能闭眼，鼻唇沟变浅；二、发笑时口角偏向剑侧，不能鼓腮；说话时唾液常从口角流出；三、因眼轮匝肌瘫痪不能闭眼，故角膜反射消失；四、听觉过敏；五、舌前部味觉丧失；六、因蜜类障碍而引起角膜干燥；七、蜜涎障碍等；八、前庭窝神经 vestibular cochlear nerve。 前庭窝神经由窝神经和前庭神经组成，属特殊躯体感觉性。一、窝神经，窝神经传导听觉，其双极神经元的胞体在窝轴内聚集成窝神经节，其周围突分布至内耳螺旋器上的毛细胞。中枢突组成窝神经，经内耳门入颅腔。与脑桥延髓沟入脑，终于脑干窝神经前颌和窝神经后颌。二、前庭神经，前庭神经传导平衡觉，感觉神经元的胞体在内耳道底聚集成前庭神经节，周围突穿内耳道底，分布于内耳球囊斑、椭圆囊斑和虎腹棘中的毛细胞。中枢突组成前庭神经，经内耳门入颅腔，与脑桥延髓沟入脑，终于脑干的前庭神经合群和小脑。九、舌咽神经 glossopharyngeal nerve。 舌咽神经为混合性神经，含五种纤维成分：一、特殊内脏运动纤维，起于颐和，支配颈突咽肌；二、一般内脏运动纤维，起于下密弦核，在耳神经节交换神经元后，节后纤维分布于腮腺，司腺体分泌；三、特殊内脏感觉纤维的胞体位于颈静脉孔处的下神经节，周围突分布于舌后三分之一的味蕾，中枢突终于脑干孤树颌。四、一般内脏感觉纤维的胞体也位于下神经节，周围突分布于咽、舌后三分之一、咽骨管、骨室等处的黏膜以及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中枢突终于孤树颌。五、一般躯体感觉纤维胞体位于上神经节内，其周围突分布于耳后皮肤，中枢突则入脑，终于三叉神经脊树颌和三叉神经脑桥颌。
舌咽神经的根丝自延髓橄榄后沟前部出脑，与迷走神经和副神经同出颈静脉孔，在孔内神经干上有上神经节，出孔时又形成下神经节。舌咽神经的主要分支有舌支为舌咽神经的中支，经舌骨舌肌深面，分布于舌后三分之一的黏膜和味蕾，司黏膜的一般感觉和味觉。颈动脉窦支在颈静脉孔下方发出，沿颈内动脉下降，分布于颈动脉窦和颈动脉小球。颈动脉窦是压力感受器，颈动脉小球是化学感受器。此外，舌咽神经还发出咽支、骨使神经和眼小神经等。与舌咽神经相联系的副交感神经节为耳神经节，该节在卵圆孔的下方有四个根，即副交感根、交感根、运动根和感觉根，其中副交感根来自眼小神经，在节内交换神经元后，节后纤维司腮腺的分泌。十、迷走神经 vagus nerve。 迷走神经为混合性神经，是行程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脑神经，含有四种纤维成分：一、一般内脏运动纤维，起于迷走神经背核，主要分布到颈、胸和腹部的多种脏器，控制平滑肌、心肌和腺体的活动；二、一般内脏感觉纤维，其胞体位于下神经节内，中枢突中于孤树核，周围突分布于颈、胸和腹部的脏器；三、一般躯体感觉纤维，其胞体位于上神经节内，其中枢突止于三叉神经脊树核，周围突主要分布于耳廓、外耳道皮肤和腋脑膜；四、特殊内脏运动纤维，起于颐核，支配咽喉肌。迷走神经以根丝自橄榄后沟中部出脑，经颈静脉孔出颅，在此处有膨大的上下神经节。迷走神经干在颈部位于颈动脉鞘内，在颈内静脉与颈内动脉或颈总动脉之间的后方下行达颈根部。左迷走神经在颈总动脉与左锁骨下动脉间，越过主动脉弓的前方，经左肺根的后方至食管前面，分散成若干细枝，构成左肺丛和食管前丛，在食管下端延续为迷走神经前干。右迷走神经过锁骨下动脉前方，沿气管右侧下行，经右肺根后方达食管后面。分支构成右肺丛和食管后丛，向下延为迷走神经后干。迷走前后干再向下与食管一起穿膈肌的食管裂孔进入腹腔。迷走神经在颈、胸和腹部发出许多分支。迷走神经在颈部的主要分支有喉上神经，起自下神经节，在舌骨大角处分内支、外支。
内脂分布于生门裂以上的喉黏膜以及喙咽、舌根等。外脂支配环甲肌。迷走神经在胸部的主要分支有喉返神经。右喉返神经在右迷走神经经过右锁骨下动脉前方发出，并勾扰此动脉返回至颈部。左喉返神经在左迷走神经经过主动脉弓前方发出，并绕主动脉弓下方返回至颈部。在颈部两侧的喉返神经均上行于气管与食管之间的沟内，至甲状腺侧叶深面进入喉内，称为喉下神经，分数支分布于喉，其运动纤维支配除环甲肌以外所有的喉肌，感觉纤维分布至声门裂以下的喉黏膜。喉返神经在形成中发出心支、支气管支和食管支，分别参加心丛、肺丛和食管丛。迷走神经在腹部的主要分支有迷走神经前干，在贲门附近发出胃前支和肝支。胃前支沿胃小弯向右沿途发出4到6个小支，分布到胃前壁，其中支分布于幽门部前壁。肝支有1到3条，参加肝丛，随肝固有动脉分支分布于肝、胆囊等处。胃后支在贲门附近发自迷走后干，沿胃小弯深部走行，沿途分支至胃后壁。中支分布于幽门窦及幽门管的后壁。腹腔支发自迷走神经后干向右行，与交感神经一起构成腹腔丛，分布于肝、胰、脾、肾和部分消化管等大部分腹腔脏器。11副神经 accessory nerve。 副神经含特殊内脏运动纤维。副神经由颅根和脊髓根组成，颅根的纤维起自颐和，自迷走神经根下方出脑后与脊髓根同行，经颈静脉孔出颅，加入迷走神经，支配咽喉肌。脊髓根的纤维起自脊髓颈部的副神经核，由脊神经前后根之间出脊髓，在椎管内上行，经枕骨大孔入颅腔，与颅根汇合一起出颅腔，出颅腔后又与颅根分开。副神经发出分支支配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12舌下神经 hypoglossal nerve。 舌下神经含躯体运动纤维。舌下神经由舌下神经核发出，自沿髓的前外侧沟出脑，经舌下神经管出颅，在舌神经和下颌下线管的下方穿髁舌肌入舌，支配全部舌内肌和部分舌外肌。一侧舌下神经完全损伤时，同侧半舌肌瘫痪，继而舌肌萎缩。伸舌时，由于患侧髁舌肌瘫痪，健侧髁舌肌牵拉力量强于患侧，故舌尖偏向患侧。
神经学习要点。十二对脑神经的名称、序号、连接的脑部和进出颅的部位、性质、纤维成分、主干走行、主要分支、分布、脑神经感觉神经节的名称、位置及副交感神经节的名称、位置。